先说过不会离开我的，你没有机会后悔了。周丽被下了孔雀丹，是一种产自圣国的剧毒，吃了会怎样？吃了即刻便会毙命，而且没有解药。叶希沃，是你下的毒吗？你想要毒死孤？你不是说过你喜欢我，想要陪在我身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念白羽，去拿若水来。是。若是无影，居尔神魂。叶希沃，醒过来。是，大人。你想做什么，可以去做了。是。叶希沃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告诉我，你想拿它做什么？去救萧离。叶希沃，是你在周礼下的毒吗？是。都是为了萧离。对。你喜欢他吗？你愿意为了他做到这一步？愿意为了他让我去死？去吧。去跟着他，如他所愿。是。叶希沃，是你先说过不会离开我的，
你没有机会后悔了。